西雅图华藏卫士念佛堂是尊崇净空老和尚指导的念佛道场，承传净空老和尚弘扬净土的慈悲大愿，常年念佛共修，解行并重，仅定于10月31日至11月3日起见佛山暨30系念法会，礼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大和尚主法，特别邀请台湾的同修也一同组团到美国西雅图的华藏卫士念佛堂，共同修福、修慧、修净土。预定于9月23日出发至11月10日圆满回台，全程提供食宿，欢迎踊跃报名参加，请来电02-6600-8968，或加入华藏卫士 LINE 官方账号报名 ，LINE ID @HDTV。西雅图华藏卫士念佛堂佛山暨30系念法会，报名电话：西雅图425-228-8278，或扫描 QR code 线上报名。西雅图华藏卫士念佛堂 Wazan Buddhist Foundation， 地址 11 Little Adams Avenue, NE Rendon, Washington。9805 says USA。 详细法会资讯请上华藏卫士网站查询 hwalan.org。